人工智能来袭，你就是这一波事业海啸的受害者。你与科技最终只能二选一，强化前瞻力，洞悉天时趋势，部署改革思路方向，掌握商战超能力，人脉建立的至关诀窍。迎合时代，规划事业前景，从逆境出发，制定管理策略。5月13日至14日，掌握玄商战略核心思维，助你突破重围。